现在只回到一分领先了，工程师。哦，勇士队，哎呦！郑伟的切入，小球再送给吴岱豪，轻轻的放进。哦，塔壁光站在那边就吓到他了。是。再给 Hanton 的切入稍一响、，and one， 所以三分换成两分。郑伟，哎，这次的上篮就非常的合理了。对，郑伟都表现不错。哦，这是一个哨音。突然的一个空切啊！第二球有了，因为有四位本土球员，所以本土球员的发挥会是非常关键。郑伟上来飙了一记三分。不过郑伟他的整个在上场的效能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他的效能的确非常的高啊。啊，这个球被夹掉。周桂宇刚刚上场，郑伟球 loose ball。陈立焕也是在场下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把这两分给放进。继续拼。最后，郑伟还是相当拼命的，快速的把这两分给拿到。